Community Market 在 Permaijaya， 所以还有很多的这些工程我们必须要进行的，所以希望我们大家能够配合，我们一起来为美里做得更好，让我们美里人能够继续的进步繁荣，让美里能够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城市，能够制造更多的工作的机会、就业机会给大家。 例如谈到旅游业，我现在在计划中要争取的就是一个美里要一个大型的这个convention center， 那个就是做举行国际的会议啦等等，所以我今天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也不能够详细的告诉大家，希望大家在5月7号。 大家能够早点去投票，不要等到4点多才去投啊，等一下到那边来不及了，8点要到投票站，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去投票，这你们的我们的责任，要一定要去投票，所以最后呢，我再次的谢谢大家了，今晚你们来给我们这个机会，跟大家。 讲一些我们美里所做的过去的，将来我们要所做的，再次的，谢谢。